我刚知道王一博那两天是没上班，还有细节，看你自己大腿。肖哥不是两天迟到吗？我们课堂的速度跟不上维森姐姐，就是他请假在家第一天吃的是西红柿鸡蛋面，这他们怎么知道的呢？因为有一些站姐会去跟嘛，跟拍嘛。然后生病的第二天吃的是哥哥做的饺子和白粥，越来越好了呗。就是生病吃的东西嘛，吃白粥更好吸收嘛，西红柿鸡蛋面不也是吗？然后说前两天我儿早下班还去买菜回家，看到照片了。就是这些细节我们人家虾姐早就知道了，其实不愿意说而已，虽然破防但是不让你们知道。这是从摩托姐姐那出来的，说双方维稳都破防完了你们才知道。感觉有的维粉真的是挺好的，就是我觉得维粉姐姐还是挺有格局的。你看那个虾姐然后去包场说仅限王一博粉丝看的热烈，我刷到过就是很有格局。所以我觉得其实绝大部分的维粉姐姐都挺好的。你看我身边的虾姐虽然也有不磕 CP 的，甚至有不太喜欢对方的人，就也很好，也不会很仇视，也没有排斥的。对，所以我们也要感谢虾姐，因为她什么都比咱们先知道。对